在文林苑之后，代拆变成了争议的名词。不过，台北市第一件由北市府代拆的公办都更案地凡内日前完工了。这个都更案呢，共有土地占了六成六，北市府一共分回三十九户，未来将做公营住宅使用。另外，分回五间商用店面，将规划成动产直接处营运中心以及托儿所。台北市副市长张金锷昨天是代理媒体参观，希望能够重拾民众对都更的信心。 不要以为政府代拆都是不好的结果。美丽的大厅，挑高的大楼，经过三年多都市更新之后，五十年的老旧社区摇身一变成为全新大厦。这也是台北市第一个公办都更完工的例子。第一个是第一个公办都更，第二个呢是第一个代拆案例。 业者也开始有信心了，虽然刚开始说我们不想参加都更，可是慢慢现在看到这些案子，你说看到这案子，我想居民也看到这个案子其实是多赢的，不参加那就划不来的啦。这间都更案最特别的是，有44户属于公营使用，包括39户公营出租住宅，以及5户将规划给财政局使用。 其中5户的一楼店面将作为公营投营中心，公营当铺使用。除了公营部分之外，私有建商所分得的100多户更早已卖光。不过房价还是附近居民最关心的问题。很好啊，推出的时候好像50万，现在听说70万，是不错啦，环境是不错啦，那只是炒作而已啊，那边这怎么？ 北市第一件公办都更完工，政府对于之后案例更是乐观其成。UDN TV 陈明彦、林依云台北报道。